终于要挥别2020了。我想很多人应该都不会喜欢2020这一年，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太多不幸的事情了。很多我们熟悉、我们喜欢、我们敬佩，甚至是我们崇拜的人，都在2020这一年离开了这个世界。尤其是当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它迅速地扩散到了地球上面每一个有人类的角落，它彻底地打乱了整个世界的步调，它也完全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形态。在我们还没有等到疫苗被成功研发出来之前，整个世界都摆脱不了新冠肺炎的恐惧。在欧美各国的疫情还在持续的大爆发，甚至我们看到了在英国伦敦甚至传出了病毒大变种的消息，逼得首相强生他不得不宣布取消耶诞节松绑计划。耶诞节对于西方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节日啊！而对于明天的希望，人类从来没有如此卑微过，只是卑微的希望能够早日一切回到常态，能够自由的呼吸，能够平安健康。而身处在台湾的我们呢，相对来说是幸福的，我们还可以过着日常生活，可以正常去上班、去上课，假日也可以自在的出游活动，包括很多大型的娱乐活动也在一定的管制条件之下可以进行，比方像是佩戴口罩，你要量测体温，你就可以开放举办了。那么在即将送走2020的这一刻呢，我们需要是更多能够抚慰人心、勇敢迎接未来的正向力量。所以我们看到了当张惠妹她突然宣布今年跨年她要回到台东老家的海滨公园去免费唱给大家听，陪着大家一块的跨年倒数的时候，在网络上面大家抢机票、抢车票、抢民宿、抢饭店抢疯了。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您抢先掌握的是阿妹这一场台东的跨年演唱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我首先，我们先来看的，则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而延后大半年的蔡依林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高雄站。规模完全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蔡依林她从世界各地邀请来的精英舞者16个人，为了配合台湾的检疫政策，入境隔离14天，他们一行人特地提早了1个月来到台湾。而对于台湾为防疫所做出的努力，他们也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努力的练唱台语歌，要和南台湾的粉丝们保干净。很抱歉，这场港都演唱会来迟了，原本在5月就要举办了，却没有想到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整整被迫延后了大半年。还有谢谢第一天来到这边给我剃头的你们。期待了大半年，终于等到了台湾疫情稳定，演唱会解禁，而蔡依林也终于来了，而且还特地为南台湾的粉丝加开一场，从5场变成6场，而且规模完全不受疫情影响，完全比照世界巡回的标准，包括了16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舞者。为了入境隔离检疫14天，还特地提早了整整1个月抵达了台湾，而这200万多出来的花费，蔡依林霸气买单。Thank you, and I heard some of you get some back. Oh, 台湾人不但能够维持日常的生活，而且还能够享受高水准的演唱会表演，这岂止是个小幸运啊！欢迎 Hebe！
家好，我是田馥甄。这个小礼物还喜欢吗？非常谢谢他来高雄跟我一起唱，然后给大家一些惊喜。因为这个 tour 休息了一整年，都希望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小东西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小东西。每一次在唱抒情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你，所以就会想要邀请他来唱。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的合作。所以每次唱抒情歌曲的时候，都会不小心把我的名字刻在你心底吗？自己说有没有？有有有。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把时间找回声，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听到 Jolin 说，没有四十岁的人不知道四十岁有多美好。Feel damn good， 是吗？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也有一件事情永远都不知道感觉有多美好。哪一件？就是你不知道看蔡依林的演唱会 ，Feel damn good。大家一起告诉他，蔡依林的演唱会怎么样？谢谢，害我害羞了起来，很享受。那我继续偷偷下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好，自己要下台 ，Q 下台。谢谢 Hebe，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长发公主，我爱你，爱你。当摇滚天王伍佰带来了这首《穿越神曲》，他率性地走到了舞台中央。此时此刻，台上台下已经忍不住跟着一块大合唱了。伍佰老师就这样子随性的在舞台上绕着蔡依林走了一圈。其实他自己隔天在台中也有个人的演唱会，但为了蔡依林一句话，他特地南下跨刀助阵，情意相挺。这么感动，应该来个拥抱吧。今晚我想来点伍佰老师的拥抱。拥抱。等一下。左边的观众你们好。刚才讲一半而已。Sorry。你平常都怎么喝水？在台上唱那么久。我在底下喝。在台上不喝。台上没有喝，没时间喝。没时间喝。那你怎么喝？我都这样子。水。水，人家是那一个，我是这个。你用吸的。吸的。好，再来哈。再来。今晚想来点。不是。也不要。不要一直玩那个啦。可是我想点啊。都说好了，不要再玩今晚来点的梗了。但蔡依林她就是忍不住，她还是 Q 了电风扇。因为这一身闪闪发亮的流苏装可不能白穿了。那个电风扇要前面一点吗？电风扇，我跟你讲，电风扇不要吹到上面。有道理耶。要吹刘海就好。我平常都没有在吹。今晚我想来点，皂带。
台湾启示录每集最新的内容首播都在每周日晚间11点钟，中森新闻51频道，请您准时锁定。